今天的天气晴，适合打开窗户呼吸些自然的 fresh。 被关了好几天，感觉屁股都没有离开这一个 white。 小小的房间里，大大的荧幕，我只能跟自己 dice。 今天我一定要发愤图强，结果又睡死。 What can I do? Telling the truth， 我早被消磨的殆尽，划了划手机，听了听音乐，却没一个带劲。洗出香米带劲，变得怪里怪气，孤单是从里到外地，多久没换外衣，虚幻中 tripping， 早也不相信。就把冷气开到最强，现在的我跟死人一样，我不需要那些昂贵衣裳，在我的世界里没有欲望。就把冷气开到最强，没了野心少了倔强，提不起劲请求积累希浪，我是谁，我在什么地方，东摸摸西摸摸，下面摸一摸。又过了一天，什么都没有做，一坨呼吸的肉，没工作也没钱，仅存的微薄薪水应该省着用，但虾皮又买一堆，扶贫打五本一到十都没在用，运费太贵，冠军一万元他妈的刚刚到账，开始往 PC Home 的深处乱晃，手指头一不小心就会爆炸， RGB 机械式键盘真的太爽，下单。再讲一遍，尽量留在家里，没有事不要外出，外出要戴口罩，不要在外面吃东西，是不是？就把冷气开到最强，现在的我跟死人一样，我不需要那些昂贵衣裳，在我的世界里没有欲望。就把冷气开到最强，心少了倔强，提不起劲请求积累希浪，我是谁，我在什么地方。